做梦被狗咬了，做梦被狗咬了是什么意思？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含义。梦见狗追咬主人，提醒要防止被欺诈的危险，要仔细辨别事实的真伪，否则可能会遭受损失。梦见狗扑咬自己，会与朋友发生意见分歧，受到孤立。梦见狗咬人，但不是用力咬，表示近期会碰到不顺、困难。但对自己并没有多大的伤害和其他影响。梦见被狂犬咬伤，表明梦者在事业上或家庭生活中，总会有一个喜欢抬杠子、跟自己对着干、总与自己争吵的人，让自己感到很困惑、无奈。